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。湖泊是一个赏景的好去处，因为湖泊周围通常有丘陵、山岭环绕，原本就美丽的景色倒映在湖里，更是增添了许多别样的风景。不过，由于地理环境不同，湖泊也是有很大差异的。世界上就有很多淡水湖和咸水湖，但你见过一边淡一边咸的湖泊吗？这座办公湖也被游客戏称为最偏心的湖，位于我国西藏与印度的交界处，海拔高达4000米。为什么说这座湖偏心呢？一起看看就知道了。这片奇特的湖泊分为两个部分，东面是淡水，而西面则是咸水。由于正好夹在我国和印度的边境中间，所以被从中间划分出了管辖区。正巧东面的淡水区就在我国境内，而咸水区就坐落在了印度。到过这里的小伙伴都会发现一个神奇的景象，那就是我国境内的淡水区因为水质良好，水草丰富，非常适合淡水生物繁衍生息，所以鱼虾成群，生态环境良好。而反观印度境内的咸水区，别说是鱼了，就连一些肉眼可见的水生物都见不到。东西两个部分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。而且咸水区不光是水里，因为含盐量高，在岸上也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植被，显得十分荒凉。当然办公湖也不光有这种反差鲜明的景色，每年的5、6月份都是很好的观鸟季节，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吸引大量的鸟类观测爱好者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想去这里溜达一圈吗？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点赞哦。